先来一把洛克萨斯之手。罗兰厄斯已经登场。一级腿我不去。不唱两首对得起五千的麦吗？我从不练习。这个给我调声卡的人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吧，你就放开唱，你就越开越好，你就按你最开的来。所以我基本上啊，我没有说是特别好的唱歌你知道吧，上不去的调我就硬上，我不知道跑没跑调，我自己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他给我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。他跟我说的，他说你就放开唱，你就越开越好，他是这个意思。看看你这高贵的勇气，德莱厄斯，让我来教教你咋的。绝望，全凭肌肉记忆。哎，哎呀！是来灌篮的，这么一个闪现屏哎，靠，叫人，完了，双招全没，没打死，但其实跟死也没啥太大区别，说实话啊。跟死了没啥太大区别，没什么血了他。过来吧，这不给他留死啊，啊，这不给他留死啊，哎呀我靠，我不会全力付出，但会全力争取。你也许会想去找一份正当职业。怎么的，你咋的呀？啊，他也犯病了啊，直接住院回家，我出院了。他应该花钱让我穿这些鞋。收割蒿子，不是朝着烟头灌来。滚！减速，外圈光，别给我拽过去。不急，你是吉祥物吗？嗨，我哥哥躲起来了。哎，漂亮！太好了，灌篮就是我送你的礼物。这就是接球，助攻都没有，这就不要助攻了，给个经验就不错了。背后，太好了。还要助攻吗？回来时，比赛将会继续。回家出一个死刑。
没看到一支队伍，我看到的是一群穿着燕尾服的路人。Okay.叫做过人。喂，圈瓜过来 ，A 接解锁，截屏 A。退后。A 姐解锁，外圈光烫死他！你这就别 K 了，你让他死是不是？咱俩两个流血，这不流死他？这得杀人诛心呢、啊！当你完成训练后，再多练一些。多多注意周围，退后。我会回来的，推迟比赛，想来一点吗？头发球，我一个劈，吃我一个平 A。这得 A 一下，不 A 一下死不了。快速换人，他又来了。我回来时，战将会继续。先来一个鞭，这你不玩死他？这炮车你可以不要吗 ？A 级解锁，外圈刮铁刺鞭，平 A 一个拉 A。德莱厄斯懂得过难，头发球。没有劈呀、啊，有劈给他劈死。120秒。我的数据说明一切。Enemy killing spree。我上篮，杀不了，算了。我们要一波后。这没拉到，太好了！看不见的裁判就是拉回来 ，A 级减速，外圈光，打死他，可以。Enemy double
吃异血塔。溜了，我会回来的。推迟比赛，这应该是个红海。可靠的工具是德莱厄斯完成工作的唯一方式。冰霜之锤，把你的问题放在冰上。冰霜之锤。十一分钟挺进是不是有点慢呢、啊、连个二速鞋都没有啊。我从不练习。现在他们面前。赶紧疾跑一开啊，再不开完了。这他妈咋的。全凭肌肉记忆。还是。来慢了，救不了了。这可怎么整？他安是大包包了。做好笔记，看好了。你啥意思啊？追踪可不简单。哎呀，准呢。准呢。闪，留着下把用吧。我只能说有点准。我不会全力付出，但会全力争取。先吃个红，辛德拉应该死不了。你是朝着咽喉灌篮。可以，这得闪现拉他，我闪现拉他狂风跑了，就杀不了了。我没看到一支队伍，看到的是。那就不杀了呗，不让杀就不杀呗。撤，来人了，他们。没来人啊。那我这不得干干你？
AJ 解说一个屁！俺们应该打小龙去了啊！退后，可以再清一波。太好了，有红吗？现在的没有，那就让我来吧。再过，比赛将会继续。昨天我唱林俊杰的歌，好像唱错了，是不是？要朝着规则灌篮，好像有版权，以后歌不能随便唱，得先问问。被告了？那倒没有，那倒没有。德莱厄斯懂得灌篮。头发球，我上篮，然后得分。最后，我只是想到了，有的歌可能没有版权。最好把它撑过旅行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不过他也证明不了你唱的是他的，怎么的？什么意思？没玩好，这波能杀三个，麦圈刮，那两个没刮着。哎，怎么能没刮到泽拉斯呢？没刮到令我很难受啊。我马上就是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哎呀保持水分比赛，下路好像要去人了呀。三二打，三高地，OK， 撤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真不怕死吗？哎呦，你真牛！我只能说你真牛，你好勇哦！你可能是有点神志不清。
不会全力付出，但会全力争取。我他妈就给你点脸了，我就发现啊！死我了，还回头打我一套。还有闪现，那没办法。我就一直追，哎，我就一直追。我就一直追，我看你跑不跑得过我啊！我就一直追，哎，我就一直追。我就一直追，懂不懂什么叫一直追？我一个屁！我一两，我两个屁！咬龙，没蓝了，他肯定没蓝。我移动速度比他快，我们就跑。他用 R 跑，他可不没蓝了，他肯定没蓝。打到龙。我疾跑一开，过来，我就一直追，就是跑得快。我来帮你扛，咱也不知道搁那干啥呢，我们俩搁这打龙。你追不上我，过来。我一个屁！没升十六 ，P 的伤害有点低。那得小拿一个啊！差100块钱。这就是接球。待我回来时，比赛将会继续。再来一个谢事儿。见的裁判就是法律。我一直追，我就一直追，你跑吧，你跑，我一直追。我不打比赛，又是比赛。怎么的？几个人啊？结束一个屁！
好疼啊！哇，耗着，可以耗着。这耗着是双修的呀。他没子弹了，你不打他？不行，卸手没用，我们得来个十五。双修薅着，我说怎么出完蜡石还有破败呢？一看不对劲，双修的。也行，双修的，前期蜡石之牙伤害高。随便波波，我打的每场比赛都是输的。你们这么玩不行啊！这难可不简单。我这波操作也有点问题，哎，问题挺大呀。因为我知道我抓卡萨丁肯定不行，他有钉。还呢，卡萨得有钉，不好杀，我得先杀泽拉斯，但泽拉斯有闪，我就跟闪完事杀他。哎，不过我这波操作就是有问题，拉吧我没拉着，扣吧我没扣着，啥也没干。死了吗？没死掉啊。是我的路，别打了，辛德拉没过来，过来团啊！别带了，那卡萨丁你带不过他。我没看到一支队伍，看到的是一群穿着战袍的路人。你传过来都来不及了，抓紧时间呐！结束他来，哎，可以先杀一个，先拆塔。哎呦我操他奶奶，这个疼啊！小心的 R 闪呐！我一敢劈，这你们这凯隐剑魔就杀前排是吗？我可以追踪追踪，凯隐剑魔盯着落手杀，这后排一个也不打。
走吧。那杀你不随便杀呀，快点快点这个。所以这就是板凳。真让人难受，这心他拉回回的，真是回回的呀。还有人夸这辛德拉呢，这辛德拉有点会玩的，他会玩个粑粑，他会玩的。那他妈一共三波，全让他送没了，还会玩呢？攒个手就叫会玩了，兄弟。这怎么整啊？急！人家家卡萨丁他在那瞎他妈玩儿，哎，杀不了他，你伤害不够啊。推中路线儿吧，中路线儿给他推过去。头发球，没看到什么。退后，我会回来的。这已经很难打了。因为我们打完大龙那一波没把握住，你知道吧？那卡萨丁装备起来了，他老拖我们家节奏。行了，我得回家了，不要了吧，没有视野，不好打。不打了，回家，打不了，团战接不了。又不是第四条龙，你给了呗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不知道他们家回没回来人啊，应该回来了。一批，完了！他这个 R 啊，踢的有点快。哎，还是我的问题，我没闪呢，我第一时间，我在想我要不要闪，等了一波。不过他怎么能这么幼呢？追谁也他妈追不上，操！
操作变形，不是我操作变形，是你有这种英雄，你不能让他拿人头，你知道吧？你的节奏必须得好。你说我们家打完大龙，你跑出去他妈送两波，完事我们家那大龙棒。